欢迎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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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小就会握手，哒哒哒哒哒。嗨，你们这身上都是啥呀？你试试看，好吧，好吧，你是想他了吧？你们俩一起玩，你们两个玩吧。Kiki 啊，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人来啊？对哦，等会儿会来。听说他很会做饭，人很 nice。他很会做饭。我们等会儿要不要去菜场？要，我现在已经很饿了。那我们去菜场买点啥呢？要不我们给他们做一个我们的那种伴手礼。拿手菜。对，拿手菜都已经做完了，那几天把我耗的已经耗干了。我们吃点素的，对，素的，或者海鲜之类的，应该不会胖吧？哎，我们做那个，我们之前不是说什么想要呛那个蟹吗？你会吗？什么醉虾、呛蟹之类的？我没做过，我从小没做过。就是放在瓶子里腌制，这样子放很久都不会坏。醉虾、醉蟹是吧？顺便给他们客人带走，是不是？我们先把食材买来，然后怎么做再说。先买过来，买过来。先买了再说。走。走。这个菜场我以前也经常来逛的。是也不远。走错了，在那边。在这个，哎，我们现在要做醉虾，用哪种虾会比较好？醉虾。哎。河虾是吧？这个啊。醉虾哈，醉虾。要多少？够吗？不够吧，再来一点。我吓死了！好吓人哦，这么大。真的，喜欢吗？带一只走，拿回去养，家里什么都养。葱姜蒜，火锅底料搞一点。对。哪个你要吃哪个火锅底料？番茄的吧，番茄怎么样？番茄的火锅底料给我一个，清汤的火锅底料再给我一个。麻辣的我们不吃。谢谢。谢谢。我来拿吧，走。有没有苦瓜？有的。大一点的，又吃苦瓜。因为我就会苦瓜炒蛋。哟，还有密码。有猫，它不会出来吧？哎，我感觉那个猫要出来。你别过来，别！有人在家吗？救命！这是薏米吗？哎，我们要不要买点那个薏米？早上还可以炖一炖。红豆薏米。有点复杂。哦。生活简单一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
别！东哥，东哥，东哥！哎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哎，别！你怎么还在这？别！我求你了，你别过，救命！你回去好不好？拜托，救命！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天，别！哎，别！你别上来！啊，你别上来！喂，你别上来！哎，你别！这些是什么啊？来人了，来客人了。哇，带了个吉他。是谁？是田螺男孩吗？他肯定在楼上铺床吧。啊？这么早了？Hello。你好，我是 Jeffrey 啊，学东，这是你的狗狗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的狗，我刚一直在跟他玩啊。是吗？下来吧，你跟 Kiki 也见一下。Kiki， Hello， 早。你好，我是 Jeffrey。 你好，我是 Kiki。 对了，我有给你们东西。真的？哎呀，是礼物，有礼物的。这是我手工的蜡烛。哇，这是给女孩子。谢谢。这是你的。好漂亮啊。谢谢。你自己做的？好贴心哎。然后这是我的品牌。哎呀，有衣服了。谢谢。Thank you。哎呦，怎么吓我一跳？为什么？你是怕猫吗？我真的很怕。你看，我不敢下了。我不要！你看一下，我不要。你看一下，看他一眼，他多有出，就是人畜无害啊。你看啊，多可爱啊！我不敢。这是你们刚去菜场买的。对，听说你很会做菜，我们就多买了一点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那，而且我刚看了一下你们冰箱，空空如也吗？我感觉你们是吃素的。没有，是因为我们的肉前两天都吃完了。我们火锅里面可以炖嘛，炖个那个锅底，哎，猪肚鸡锅底。猪肚鸡。没有猪肚鸡，没有锅，没有猪肚。拿你的赌。已经没有猪肚，我也是属猪的。我也是。你也是属猪的。那我们两个各。对。哎，您是95年。对。啊，你们俩同龄年。哎，那我们是同龄人。都是猪哎。是你们是同龄年，好了，就是我不是嘛。哎，你帮我们喂一下猫吧，你帮我们喂一下猫吧。啊，不是，说错了，我忘了你。你吓死我了，东哥跟我说你帮我喂一下猫吧，然后你就凝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有这个帮不上忙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过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看我们喂猫。有，我在这儿看呢。他怎么这么好，还喝牛奶呢？他是小猫，然后他只能喝这种喂奶的。是你们养，就是你们是垃圾堆旁边，然后那天我遛狗，然后这个细菌就发现闻到的，然后就把它给那个，就发现了它，我们就带回来了。真的哇！所以是它可以叫细子。哦，所以是细菌发现了一个生命，新生命。
哎呦，哎，你过来看他现在，哎，你过来看他现在，你过来看他现在，他自己抓奶这么喝，好可爱呀、啊！看见没有，他怎么抓着奶喝？哎呀，我今天早上跟他握手，他会握手，来握手，握手。猫会握手啊？嗯，就因为他现在需要。哎，你看他现在是这样啊，哇。你看多可爱啊，你要不要摸一摸？现在它被禁锢住了。谢谢谢谢，你真的可以摸一下。我在摸这个头比较大的。为什么这两个都有什么区别？都有毛，有什么那个？猫和狗的区别在哪里？嗯，猫，这总感觉猫在想些什么？想些有的没的。对，狗就都傻傻的，狗都傻傻的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哎呦不得了了不得了了，好了不要了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好，嗯。那你这个手是？对啊，我手就是在练舞的时候断了。啊，断了？韧带不是骨头，就是韧带有裂。其实还蛮不巧的。那你就轻点做。干这些啊，我什么都可以的，只是会显得比较笨拙而已。不用，就是不要太那个，因为还是没关系，因为我们都太能干了，其实能照顾好你的。你看我们这里这么多宠物，哎，我也很能干呢，让我多干点吧。哎，怎么一二三四五，怎么五个人？因为他们是两只手，我是一只手。当时让我们强迫我们两只手的拿出来。显得热闹一点。你有跟人家合租过吗？没有啊，我之前是都是女生，没有跟男生合租。对，我也是，我有合租过。你有跟女生合租过？没有，我姐姐算吧。我姐姐和一个男生朋友，然后三个人合租，然后我姐姐画了一个界限，就是我们不能超过那个线。哦，这样。对。就是在客厅也是吗？有不是在，就是在他房间附近，然后就是不能跨过什么什么。哦，想给鸭子吃一点泡饼。哎，鸭子都吃什么？鸭子吃那种剩饭什么的都可以吃。哦，厨余杂粮吗？对。来啦，吃饭饭啦，来来来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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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饿死了饿死了饿死了，快看啊快看啊，他们好饿啊！什么？他们在这疯狂的吃，啃，快看看看，嗯，疯狂啃，好开心哦，丫丫们，嗯，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大。开动。我要运动一下，说我的心脏要运动一下。这样也是可以的。不是，一开始要先跳一会儿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没配合。再来，我们跳双人那个跳绳再来。没有绳子。二、三。哎，这个好难配合啊！哎，没有绳子的时候真的好难配合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还得再跳一会儿，这时间太短了。哇，吓我一跳。你们在运动啊？对，我们这种叫老年运动。
我准备用啤酒来煮这个鸡汤了。哇，直接这么一锅。哇，好丰盛啊，我们这里。哇，这是我来这边的第一顿饭。哇，好咸哦！我错了，你不是喜欢吃咸的吗？这个就我吃点粥，配粥挺好的。错了，这就是三杯鸡吗？这是，哎，这是失败的。哎，可以，好吃哎！好吃的，真的假的？好吃的。那你的失败都这么好吃，那你成功将是什么味道啊？哎，你很捧场哎，我们的捧王上线。但我下一句还没说完呢，还不如我的那个第一个那花蛋虾仁啊。这个鸡蛋还是不如我，但是好吃是好吃。不一样的感觉吧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新上海人。我在上海很久了。多少年？十年了吧。我也是。前前后后加在一起。我是17岁来的。13年。也都是。我是11岁来的。哇，这个上海变超多的。是吗？十几年前到近5年就变了好多。好像我们待的时间都比你长吧，要跟我们讲解吗？哎，但是我是更久以前就来了，我是2003年，2002。你是小的时候。然后谁还没有来旅游过？来旅游过。哦，你那时候也有来旅游过？对啊，好少。那个时候你那么小。对啊，又来旅游过。就来旅游。哇，你好多歌哦。我吗？我搜你都好多歌。来听听，一个人去巴黎。哎呀，你的歌，出道的第一首。哦，是吗？对。你也有作词还是 rap？ 飞巴黎的路上，飞机上是。哦，一个人去巴黎，那是工作吗？还是自己去？那第一次去巴黎是巴黎时装周，正好写了这个。哎，挺好听的。饭后叫，哎，吃饭还挺有意境啊。走吧，把碗拿回去洗一下吧。洗碗，我来洗吧，我来洗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就是。拿过去给他洗吧。太好意思了。这没多少碗。我们在想要不要买个洗碗机。我是喜欢烧，喜欢弄，但是我不喜欢洗碗。碗都给你们洗了，那我能干什么？看着你们。你开花吧，你去休息吧。对呀、啊，这样显得我很不是人。那我也不是什么人了。哼，我也来一个升级版的。哈！你过来。哈！
哎呀妈，哎呀，我这老胳膊老腿。Kiki，你在房间干嘛？给你看，我刚刚。我的妈呀！很努力。你们好拼哦！要下去了吗？我来玩了。你那你用这另外一个，我看看你玩吧，我暂时不知道怎么搞。静，哎呀，你丢了！詹姆斯来了！哦，哎呀，哎，你知道这个詹姆斯？嗯，好像是很厉害的人。真菜比真，这其实就是真的人，然后他把他给搞成。对，我好久没玩了。东哥，你要跟他打篮球吗？我不会打，我也不会。我那天问过景瑜这个问题，景瑜也不会打啊，他也不会打。我以为他长这么高，应该打得很好。走，我们现在要准备晚餐了吧？这么干？不会跟我开玩笑吧？应该吧，现在已经五点钟了，准备完了，大概就七点了。我感觉才刚吃完饭。啊？没有啊。Kiki， 你在叫麻辣烫啊？嗯，你要烧点啥？番茄炒蛋，还有蔬菜。可以。好了，嗯，你们人呢？我们在这儿。陈学冬 rap 合集。你们干嘛？什么时候啊？哈利波特什么？骑着扫帚奔着自在的飞，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。你不要再听了。啊！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可以骑着扫帚自由自在的飞，而我的扫帚却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。哆啦 A 梦可以随意主宰时光的倒退，而我们呢，这今生今世或许没有轮回。你怎么记得这么熟啊？就是今天的备采就由我来采访两位老师。好，陈学冬备采。可以可以背起来。今天我做的三杯鸡一般。问题还没问完呢。我替你打他。客观打分。
就是撇开盐的问题。我觉得好吃。没有，为什么认真回答？没有人。没有，他说撇开盐的问题，就是他。哦，你是那个咸蛋？对，我以为你说你长相的问题。我长相有什么问题？加上你的长相，我打满分，我打满分，谢谢 Jeffrey 老师。不要再捧了，不要再捧了。哎，他真是捧我。我实话实说啊，就我从来没有朋友做过三杯鸡这个东西。对。然后所有的三杯鸡都是在餐厅里面吃到，你的三杯鸡是跟餐厅里面是一个水平的。哇，嗯，东哥你也很能捧啊。我不是捧，是有那个精髓，你知道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下个问题。那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的地方？没有。好。我建议你把这个球吞了吧。然后东东哥被吓，感觉刺激吗？被吓的感觉应该你们比我更了解。我其实我今天有几次要睡着了，都是被你吓醒的。啊，是吗？对。你比我想象中胆子大，因为他们跟我说过他胆子很小，很小，所以我已经比想象中更强了，那就行了。没有，我想象中你可能强一点。哦，我听到了这个声音，就说明那个鬼怪要出现了，对吧？嗯，他要开始躲了。哇，这人家就摔了一下，你干嘛？哎呦！啊，是人吗？啊！感觉我比恐怖片好看，我差点踹了，好想踹你哦。好了，就这么结束吧。好，结束它。也到了刷过的时刻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一动不动看着我？可晒的被子有太阳的温柔，冰箱里塞满你最爱的可乐，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。继续说，我听着，日子其实不用那么多，简单就很快乐。每个细节交给我来负责，里里外外每个角落，我们是最有默契的组合。听我哼唱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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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。忙完了一天的我只想逃脱，平凡的世界你还拥有我，把这一路上的美好都记着，等到你累了有个地方降落。但是我还唱着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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